最强短发美女十位男生心目中最适合短发的日本女星，不用看也知道这是几大天使 Gaki 一定会上榜。草，天气一热就特别容易出现的短发话题。不过相较于给人清爽感觉的夏季短发，如梦反而比较喜欢买围巾还可能稍稍压到发蕾的冬季短发，说有种因为厚重衣服而更添柔弱的感觉。经常因为工作需要而不断改变发型的艺人们，就像上榜中的几位女星一样，即使近期较少以短发出现，但大家还是难忘她过去短发有多美。这样日本网站请20-40代男性票选认为最适合短发的女艺人，到底又有哪些短发比长发有魅力的女星上榜呢？原汁原味的内容在这里。十位，滨崎步，3.6%。九位，松岛菜菜子，4.6%。八位，长泽雅美，5.4%。七位，本田翼，6.4%。六位，上户彩，70%。五位，高丽彩芽，7.2%。四位，波流，7.4%。三位，能年玲奈，8.4%。两位，新垣结衣，9.6%。一位，广濑铃，13.2%。完全打败新垣结衣夺冠的广濑铃，其实从出道当时就给人深刻的短发印象，甚至前阵子看他突然留长头发还会有点不习惯呢。 WW 以上大家心目中最适合短发的日本女星又是哪一位呢？